看电好多边的湖边，真侪民众倾向着救生衣，伊搭上着独木舟，要来享受着水哦，爬着独木舟的趣味。另外一头，这充气的这水池内底放了真侪河流，几个小朋友是腾家村内裤落水来去抓河流。哎，到底怎么办？另外一边，同款是人甜甜，就是街头艺人表演的所在，现场来做着造型的气球，吸引着小朋友目睭来唔甘呢。这场相当有人气活动是市府观光旅游局在葫芦陂来举办的童趣节。今天就今明两天啊，就是我们葫芦陂自然公园童趣节的活动。那主要有四个关卡，那就是有拿到这个拼图之后，可以去每个关卡领取那个拼图碎片。那主要有一关是玩水的，那另外一关是猜谜的，还有一关是玩泡泡的，那一关是找水球的。那整个关卡呢，刚好也可以环我们葫芦陂一圈，对，就也是鼓励大家出来走一走，运动一下。活动总共设计着四个关卡，让参与民众胜过着关卡了，多好实行葫芦陂一连。伊闯关成功完成的拼图，就当兑换着纪念品。尽管讲天气热热，但是同款吸引真侪亲属来参与。而配合着童趣节活动，闽南电视嘛出动着胖卡来到现场做电视车顶来播送着相关的节目，推广人员嘛伫现场发送着上网、甲电视、甲监视系统，而且相片的宣传单，引来真侪民众做询问。嘛，因为讲活动现场是真热，推广人员来送上着开心，更加让民众感觉真大心。南平新闻台以下观点采访报道。